我就没礼貌，我乡下人可以吧？我农村人可以吧？啊，就没礼貌，好的。8月20日晚10点左右，上海地铁7号线发生这样一幕。一名女孩在车厢里不戴耳机玩游戏，声音吵到不行，被一位女士指责制止，但是她非但不听，反而骂脏话。坐在她身边的乘客不堪其扰，只好离开了座位。期间，一位看不下去的男士甚至气到对她动手。被打后的女子气急败坏，直接撂下狠话：“你下车别走。”随后坐回位置上，委屈极了。说你呀，对吧？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也是读书的人。